那现在算怎么办？我有个朋友啊，介绍一个美编的工作，明天就会去面试。如果被录取了，我欠你的钱下个月可以还你。如果你把我当朋友，就不要说这些。等你有钱的时候还我就好了。对，小猪今天下午有来店找过你哦。是哦，那他有没有说什么？我跟他说你辞职了，他好像有点惊讶，没说什么就走了。其实小猪不错啊，你干脆就试试看好了。如果像你一样那么有女人缘，早就爽死了，哪有时间扭扭捏捏的？看起来有感觉才能试啊，又不是只要是女人就好。感觉很难得从你口里听到这句话哎。啊，原来固定的女朋友确有其人，小五对不对？我也希望是啊，只是有些事情啊，一旦错过了最好的时间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这个我能了解，手机坏了可以修理，修理不好可以换新的。可是女人啊就不一样了，就算小五是个古董机，全世界也只有她一个啊。在说什么？很冷哎。你了解我在说什么？你这么喜欢她，就去把她追回来啊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冲啊，去把他追回来！我支持你。